恐怖再现。今晚为什么会有这个新成员加入呢？这个米芝莲呢，其实呢就不是在 eBit 那里，eBay 必回来的。主要就是因为呢，前两晚高龄人士他们上来做嘉宾，然后突然间就说，咦，为什么这个公仔都好像有东西在里面，这样他就立刻 sense 到，然后就问我们，喂，这个公仔是谁的？其实就是 Eric 的。冇嘢嘅，里面真係摆佢哋嘅 cons 嗰啲咁嘅嘢啫。佢话唔係喎，里面有一个咁样。哇，都有一个咁样。咁唔紧要啦，佢哋有冇咁嘅能力睇到，同埋就话即时就请走咗㗎啦，就话请走咗㗎啦。咁今晚点解会 show 出嚟呢？原因就係咁样嘅。还记琴晚黑呢，我哋节目里面呢就介绍咗一个呢，都叫做比较新啲嘅一个叫 detect 灵体嘅一个测试嘅机啦。咁呢个机呢就係一个游戏机，个 Xbox 啊。咁里面有一个叫Kinect 嘅嗰个嘅相机啦。咁个相机呢就可以发射到好多嘅一啲嘅红外线出嚟啦。咁令到整个画面呢就敷晒一点点咁情况嘅。咁如果佢 detect 到有一个人手脚的喐动说话，即是玩游戏机的喐动，那个就会变成一个火柴人的形态出现，就告诉你，那里我们 detect 到有一个人的物体出现，这样就出现了在一个画面上面。于是呢，他们就有些喜欢研究灵体的朋友就说，哦，不如拿个夜视机加上这个Kinect 的相机，那么 combine 在一起呢，就说拍到个灵体更加清晰，更加立体。那昨晚做了这件事，但我突然想起，咦，不是，我都有一个的影像的相机呢，其实很久都没拿出来了。那那个是什么来的呢？那个其实就是探测周边，无论是人或者是墙身里面拥有一些热能的一部的相机。咁啊 detect 到嘅说话咧，佢就会出现有黄色啊、红色啊。咁如果嗰样嘢好热嘅说话，佢就个颜色嘅越光啊、越亮啊咁样啦。咁有一部咁嘅机嘅。咁其实我哋曾经攞过出嚟咧，就话啊 detect 下啲周围嘅环境有冇突然间有一样嘢，其实唔存在。但系咧，佢有个热能喺度咁样啦。咁即系代表住好可能嗰度咧有个嘢存在啦。咁我哋就将嗰件事系话觉得可能推断到，或者系叫灵体啦咁。咁所以我哋今晚咧就一阵间会做一个实验嘅，呢个系一个咩实验咧？嗱，我而家有段片嘛，系嘛，有个 opening 嘛，俾大家睇少少。其实我想点样做咧？睇睇先。呢段片咧就啱啱我哋头先喺出边拍噶啦。嗱，而家我哋咧就用一个咧热能嘅探测嘅一个镜头咧，就系呢一个啦。咁咧就基本上如果大家见到啦，咁我同阿子宇啦吓。咁啊，我啦，人嚟讲咧，嗰个热能咧，真系相当之高啊！你会见到系比较多系橙色啊、红色啊咁样出现嘅，系啦，呢个好啦。咁而家咧，我哋就试下呢个热能嘅探测机咧，影落去我哋嘅朋友身上边啦。好啦，咁首先咧就有啊 Sophia， 嗱，见到咧镜头下嘅佢咧。究竟我哋咁多位靈體朋友喺度啦，邊一個嘅熱能係最高最強嘅啦？透過呢一個嘅體温嘅測試機就知道佢嘅能量有幾高咧。翻嚟收費時段就睇到啦。咁我哋做呢個測試，一陣間咧就用呢個熱能嘅探測機睇下我哋幾位嘅靈體朋友，從 eBay 翻嚟嘅朋友，或者之前啦嚇面啊嗰啲啦嚇，咁啊有聽眾拎上嚟咁情況。究竟他们的热能有多高呢？或者他们存不存在的能量存不存在呢？哇，这个就好像能够令到我们知道他的力量呢有多少人仍然存在了。啊，原来都好像真的有少少答案出现了。刚才啊，未听这个电话之前呢，哇，有件事，现在不是讲笑时间啊。啱啱子宇头先入嚟跟我讲，因为呢我头先咪话我们拍的公仔用一个热能的探测机去拍的。阿子宇，你唔该，你讲下你头先发现啲乜嘢？嗱，我都明知佢啱啱喺出边咧剪片，佢好惊咁走入嚟同我讲咗一样嘢。佢 band 紧啲嘢啊！好好，你讲住先。你我攞片啊！你讲。喂，点啊？点啊？我听唔到你讲咩？讲紧咩？你头先好惊咁入嚟同我讲。哦，系啊，我头先好惊啊！剪片嘅时候，咁我哋啱啱你咪播咗我哋今晚有个测试嘅。系啊，系啊，咁我剪片嘅时候咧，咁剪到去
面面嘅时候，我见到佢眨眼啊！我攞紧，屌唔系嘛？系啊，佢好快眨咗下，因为我咁啱剪嘅时候咧，我要慢镜扫过边度剪位啊嘛。跟住我扫到嗰个位，佢同我眨一眨眼，我一截我一弯咗出嚟，系咪噶？系啊，嗱，你而家睇一条正常嘅先，你而家睇而家播唔播啊？而家播唔播？播播，你而家播一个正常嘅先啦。正常得一秒，系一秒噶咋？大家睇一秒啊！好好好好，冇啦，冇啦。OK， 同一条片我整慢咗镜，整慢整咗慢镜头嘅，而家睇慢镜头。喂，系啦，眨啦，系啦，哦。嗱，系似嘅，但系会唔会系我哋喐动嘅时候出现呢个画面噶咋？嗱，我觉得而家我而家整呢个咧，唔整出嚟咧唔似啊。如果你一盏出嚟喺我部机度睇咧，我咪可以逐格嘅，因为可以逐格配噶嘛。你就会见到好清楚，佢系眨咗下眼。而家呢个睇唔清楚。喂，顶我有啲毛卷冻喎，我做都做唔到而家，即系手机影啊嗰阵。你喺 Vegas 整，我用手机拍落去。哦，都得都得，我而家再整多条，我用手机拍。嗱，我仲有保留，我覺得因為係有喐動到噶嘛，其實一喐係咪令到你覺得佢斬咋？佢眼皮拉低咗喎，我見到佢眼皮拉低咗。係啦，個對焦個問題就係、是，其實係震一震嘅，我見到震一震，但係咧我唔知呢度睇我都覺得唔覺，但係我喺我剪片嗰部逐格拉咧就好明顯嘅。咁不如你 cap 低你剪片逐格拉個情況。好好好好，好嘛 ？OK 好，你繼續講先。哎呀！诶，冇噶啦，睇完噶啦，最精彩的部分咁就停咗噶啦。系啊，真系唔好意思啊，呢个只系每晚恐怖在线嘅精华片段嚟嘅啫。如果你都想睇晒嘅说话，就非常之咁简单，可以参与我哋啦。月费计划啦，可以上翻系 admanpoint.com、bigbigair.com 咁里边咧参与呢个月费计划，声音咧就系$30，视像系$40，如果加埋用 app 咧就系$50。好啦，至于话我唔想参加月费，想俾 cons 睇片集就买片集都系可以嘅。咁啊 download 我哋 BigBigAir 嘅手机 app 嘅说话咧，咁你可以识随转变，中意片集咧就买 cons 睇啦。所以希望咧你快啲成为我嘅付费会员，你会睇得最多最恐怖嘅个案嘅。